刚刚去那个。好好啊。早安，今天就是真实的，不知道要穿什么，之后立刻穿上这件 Meg 的联名洋装。噔，好像 M 卖完了，这件是 M 的。然后昨天收到屈臣氏的包裹，最近用 Shopback 啊，就会买那个屈臣氏，因为要买给长辈那个人生经理盒，用 Shopback 买屈臣氏的也比较回馈比较多。然后最近屈臣氏也有在折扣，买了一些新的东西。这两盘其实我买到有一点点，就是这一盘我觉得色差有点大，我原本是因为这个黄色才买，不然我应该买紫色的。反正这两盘有点像双胞胎。然后还买了一支大家之前一直说的很好用的眼线笔，然后还有这个屈臣氏在大特价，之前曼秀雷跟我看到丫丫特我就觉得很烧，然后这三支只要189，想说可以试，可能有从来没有试过曼秀雷敦的润唇膏系列，还买了一个我很有兴趣的 Catrice 的Fixing Spray， 就是定妆喷雾，非常的期待。反正今天我化妆可能也会用这些，但是我不一定会拍 Get Ready With Me， 可能明天再拍 Get Ready With Me 吧，就先用一下。然后这个是 NES 的那个刷具清洁液，我还没用，等一下顺便清一下 NES 的那个刷具。今天外面虽然看起来有阳光，但是好像比较冷一点，所以我刚刚就是想说穿这件比较厚，然后泡了一个白桃的无糖茶。今天就没有去买咖啡，昨天下单的咖啡豆，希望今天对了。因为有什么事情，我总觉得在这边保养都要过来抽一卡。一样先擦抗霉精华，之后呢，我应该下个礼拜之类的就会恢复用贝壳肌。然后再用小黑瓶擦一下脸。今年冬天确实不冷，所以只要用了小黑瓶就觉得还 OK。前一阵子太冷的时候，我还有用那个屏幕炫人的那个水泥露嘛，可现在已经觉得不用了。然后用简单保养的 B5 也够了。话说，最近看到新闻啊，除了澳洲的消息、伊朗的消息之外，每天都有超多超多常年移居在外的长辈或者是商人，为了投票回来，然后穿着钢铁衣，他们都愿意回来投票了，为什么在台湾的人不投票呢？昨天我朋友说他那一天要老板说要上班，可是老板说可以让他们10点再进去，然后可以8点，就8点赶快去投票，就是一大早去投票再去上班这样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如果可以跟老板争取，我知道不是每个老板都会好说话，都会说哦这是你的权益可以请假，我知道不是每个公司都会这么简单，但确实来说他一定要放你假去投票的，这个是法律规定的。再来就是如果老板真的会说啊没有人代办或什么的话呢，跟老板请个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假去投票没有这么难。那如果你真的不住在这附近，想想看，那种在澳洲、在日本、在韩国、乡下都回啊，在外岛都要赶回来投票的人，他们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会觉得不差你一票，可是真的就是差你一票，好不好？大家，我也不想要一直在讲说大家要记得去投票，可是这就是实现民主社会的真谛啊！我们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，投自己想投的人。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？我每次去投票都觉得超级开心的，那是我的票，就是 my vote counts， 你知道吗？这个社会是由这么多人投票决定出来的这些事情，我是不知道，反正大家记得投票吧。好了，话说我那天玩交换烂礼物的时候，这个其实不算烂礼物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棒，是一个什么小霸王电视游乐器。它里面真的是红白机，就还有这种游戏卡，超可爱的，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丢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。
如果有一天我开一个什么早餐店，我就放出来给你们玩。今天呢，其实我刚本来想去买咖啡，但是因为下午那个我好朋友要来华泰，所以我应该可以去华泰都再买咖啡。然后男友也是一大早就是定闹钟起来开始工作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不能荒废，我要赶快起来看 YouTube 影片。因为早上起来其实我没有这么赶的时候，是可以放自己看一下影片的，好不好？放任自己看一下影片。因为我最近手这边很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又开始做平板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我上个礼拜忘记吃梅精，然后就觉得那个消化有一点，就是觉得上厕所没有这么顺。所以梅精真的有差，因为我吃了梅精以后是真心觉得，我好像真的很自然的会想要大便。这两天被迷上的一个 YouTuber， 他就是 Yura， 然后他是正在读神经科学、神经学科医学院的学生，然后他的影片大部分都是跟他的读书有关，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，现在讲话很好听。他是一个韩国人，然后在美国读书，他讲英文非常好，而且我觉得他影片剪接的很可爱。然后这只狗狗就一定要赖在我身上。啊，你睡觉睡觉，真的是小宝宝，我盖起来，他喜欢盖起来。我要用那个 NES 的那个刷具清洁液。他们这个是陶瓷吗？还是玻璃耶？好高级哦。那他们有附这个喷头，很方便的，而且听说用量很省。我要清一下我的这个刷子。我上次其实已经有用湿纸巾，就是轻轻的。你看它这个袋子里面。是绒毛，然后这边还有镶那个 NES， 就整体来说它是蛮质感蛮好的，还有一个绒布袋这样。喷一点，哦，好香哦，有点太香。然后亲它一下，哦，立刻干净了，就是它应该算是简易版的那种清洁，立刻变干净了。立刻变干净了，上面没有任何黑黑的了，干净溜溜。好，这个 OK， 大家可以用。这个整个瓶身是玻璃，很高级耶。好了，700多，两个加起来700多，我是买这两个组合，这样子700多。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化妆，就是有很多新的东西，我想说先玩玩看，就是。我不会先跟你们说，就是今天要用什么用什么。今天就是纯粹先自己随便化个妆。我刚刚要拿什么？有点失忆症。我今天想要用这个我一直很喜欢的花瓣剂，可是我今年用它的次数超级无敌少，因为今年身上的那个底妆比较新，底妆比较多。然后再用紫色 Kate 先修饰一下我的肤色，太多了啦，挤这么多干嘛？挤太多，因为我最近脸有一点蜡黄。这一款是 Kate， 我之前买，然后他们还有搭配一个小海绵，可是后来我真的也是没有再用那个海绵，海绵脏了以后好像被我丢了。它的提亮效果很好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它。而且我记得它的防晒也是有防晒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是我是买紫色薰衣草，喷一下新的定妆喷雾，然后上花瓣剂。花瓣剂我真的很久没了，这颜色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太黄了，因为我就是今年确实变得比较白一点，那就先少量用在脸的内侧就好，很修饰毛孔的粉底液。就它这边立刻会帮你修饰起来，而且它的遮瑕度也还蛮高的，它的修饰力超级好，而且毛孔修得非常的好。花瓣肌就是毛孔很厉害，然后出油之后的奶油肌会让你的妆非常的漂亮。我靠，它这个是 Turbo 等级的，就是
它不是一般的 Dyson 吸尘器，它是 Dyson 吸尘器再开到 Turbo 的那个等级，它这个一喷出来你脸都会震折到，跟 Makeup Forever 有得比哦。那些我就在下次，就是明后天再拍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给你们看。我今天是不会画他们的，我今天就是不想画画，不想画画，不想画画。我今天是不会画他们的，你们等不到。好，我现在画其他妆了。为了因为我没有要画画，所以我就也没有要给你们看我化妆过程。反正底妆给你们看啊，花瓣肌就是真的很漂亮，冬天还蛮适合，夏天也 OK， 只是它控油效果没有这么好，所以夏天的话你可能前面的控油要用的比较好，然后后面定妆好好定的话还是一个夏天可以用的粉底我觉得啦。但如果你是讲求那种要像植村秀无极限或者是像要 Maybelline Superstay 的那一种就是控油的话，就是没有办法好不好。我两边的睫毛都弄好了，非常像是假睫毛、欸、可是它就是画起来就是根根分明，不太会有浓密感，可是超级无敌像是假睫毛的。不知道我如果再改成更浓密的睫毛膏，它会不会再更浓一点？因为我现在觉得它只有根根分明，但是没有浓密的感觉。我再试一下，再试一阵子。我稍微再用睫毛膏补了一下，更长、更根根分明、更翘。好，化完妆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夹子呢？反正现在呢，哎、欸，公婆子造型。现在呢，准备要去吃个面。然后夜夜刚刚又是无限的吃肉条尿尿，吃肉条大便这样。好，洛迪是不是跟 Meg 这件衣服蛮搭的？这件衣服我觉得要扣起来比较可爱。男友是不是说这件很显瘦？对啊。因为他就是把我的大屁股藏起来。但这件好像卖光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买面了。然后夜夜刚刚就是已经大便尿尿，又吃肉条又大便了，又吃肉条了，这样做了好多事情哦。看一下，好 ，OK， 走吧，带个钱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，夜夜不能去。夜夜，那你在家里等姐姐哈。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傻眼狗，等一下会带你去华泰玩。你现在先在家里，不可以哭，知道吗？不可以哭哦。你哭蓝牙耳机啊？哦，你买蓝牙耳机了？啊，跟小米手玩啊。哦。可是这都小小的，应该不会很大一些。我想吃辣的面。那你那一间就叫老板加辣的。好。买了卤味，然后还有青菜，跟板条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这一间。我最爱吃卤味了，小菜卤味。这几天有同大餐好吃。我这几天有同事一起吃饭，实在是觉得太开心了。嗯，有卤有卤，卤大肠好吃，粉肠就没有卤了。我吃的是干馄饨冬粉。嗯，馄饨很好吃，很吃好。很薄哎、欸，咖啡豆到了，噔噔。我买的这间叫做就是爱胶囊，我以前很常跟他们买，就是在用 Nespresso 的时候。嗯，这个蛮香的，爪哇。这个美式大杯没什么味道，嗯，哥伦比亚超香，我要喝哥伦比亚，它是1月8号，2020年1月8号才装的。好 ，OK， 我等一下就泡一个新咖啡，看咖啡机有没有坏掉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觉得咖啡机坏掉嘛，就它粉下来的不够多。后来我们上网查，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咖啡机的 bug， 就是它的咖啡豆不够多的时候，它下面又卡得太小，它的粉会下不去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有卡豆的问题，好像不只是我们有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平常不是在用 AirPods 吗？最近看到少中买了那个小米的蓝牙耳机，就是很便宜，然后好像还蛮好用。所以我们就也买了一个，是多少钱？600多？700块？对，700块。700多块而已，再用用看好不好用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然后今天蔡英文在我们家下面扫街，
我要去看他。但好像时间有点搭不上，我来看一下他今天的扫街行程。今天穿这样很难得穿，比较可爱的，配这个 Mizuno 的鞋子。噔噔，第一次追星，超期待。去跟人家玩一下，哦，不要哦，孤僻狗。假日的华泰哦，平日的华泰都没有人哎，而且圣诞节的布置变成过年的了，很好逛，超舒服的，而且超多狗狗的。好久没有来吃那个锅神，带小孩跟狗狗来，因为放在袋子里，狗狗可以进来哦。我好久没有放包包头，因为我今天头发好背，不知道为什么风太大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现在就是等吃锅，想要去喝一下锅神的奶茶。不要哭，他今天超累，他走超级无敌久。弟弟现在应该在笼子里面睡觉。刚刚去那个华泰买了一个新钱包，他就是这么被我丢在我的包包里。然后那个我收到了我自己买给自己的圣诞礼物，就是一个音响。还没有拆封，现在要准备去卸妆了。今天呢，没错，我就是特别去追星。我是怎么追的呢？就是我今天上网查，发现他要来，蔡英文要来中立，然后我就查了，他离我超近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那个路线，沿街跟着警察跑，后来就停在一个定点，然后去对面跟着人群，就是一起跟他打招呼，这样帮他加油。现在卸个妆。哦，现在在用这个加丹尼尔的柑橘活颜卸妆凝霜，这是我近期最最最最最爱的。我洗卸小颜子放在台中用，因为只有一瓶嘛，然后加丹尼尔放在桃园用，这样。卸妆能力的话呢，卸妆力强度来说呢，还是那个加丹尼尔比较强，因为毕竟它是油状的。它两个呢都是张开眼睛也 OK 的，我们看我现在张开眼睛，然后我会搭配它们里面的那个纱布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它的，因为我有买比较多卸妆的纱布，然后我就会搭配卸妆纱布，这样把它轻轻的搓开。我之前是用那个纯水湿纸巾，但最近就想说用这个比较环保。洗完要超干净，然后我就会再用洗面乳。最近用洗面乳都是那个北纬 23.5 度，快用光了，之后再跟你们分享，我觉得它好不好用。我洗脸的时候也会搭配这个纱布巾，然后通常我会洗个两次脸再去保养。这样，洗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再洗一次脸，不一定。我最近又想再去剪头发，我头发好多，我天啊！然后通常就是我可能还要隔一两个小时才会洗澡，因为我要先去剪片，我今天片还没剪，我可能还要一两个小时才会洗澡的话呢，我就是会先保养。不然脸会干干的，会不太舒服。好了，脸非常的干净。好，我要换眼镜去剪片了，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在这里还没啊，这个是议员。好，走吧。我今天真的不会，哪有？我今天真的不会画。画什么？画画。好吧。